挪威的一些水果比较疯狂，这个榴莲是550一公斤，隔壁的荔枝是119一公斤。然后它普通水果价格，苹果、梨子这些不算贵的，比蔬菜便宜。火龙果这款是229一公斤，隔壁这款呢，看这款呢是209一公斤。然后这个好像是方石榴209一公斤，这个毛荔枝209，龙眼是115，山竹是125，然后这个79一公斤，芒果不知道，我没吃过，这款是椒盐芒果，它配了椒盐，还有这款是新鲜芒果，也都是181公斤。椰子，新鲜椰子是41个。这个南瓜，哦，这个不是，这是打折的菠萝蜜，打五折，都快要流水了。这个木瓜，它木瓜好像是61公斤吧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接下来是超市剥壳了的虾，这是192一公斤，它是76一盒，然后这个呢是400一公斤，然后它是119一盒，火柴呢是18.4块一小盒，然后大致的火柴呢是15块一盒，然后像这种呢。点燃壁炉的助燃剂就是有41块，里面有40小包。这个火柴，大火柴非常赚的，它是21元，里面有20只。然后剩下这个是一个袋子，1400克朗，当时是打7折清货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尼龙袋，就是我可以带饭盒的，就大概我花了200来块钱吧，一个纤维尼龙袋，还挺好用的。刚好可以带饭盒在里面，然后这个巧克力6块，它是50元，这是最便宜的，有的是10块钱一个，如果单独买。然后这个巧克力80，金沙巧克力。